现在这个世间为什么这么乱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啊，敢于妄作妄为？他不相信因果啊，所以他敢做。这个因果不是不相信就没有啊，啊，信则有之，不信则无啊，不是的呀。啊，因果是真理呀，不管你信不信啊，你信它有，不信它还是有。啊，整个佛法也离不开因果。啊，你看看《华严经》，古大德判教五洲因果。啊，华严说的什么？五洲因果啊！啊，法华说的是什么？一尘因果。这经中之王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只是说明事出世间因果而已。